张一山曾给他作配，出道多年还没火，如今转行做网红。很多童星在小时候很火，但是长大后却没有多少知名度，甚至最后消失在了娱乐圈中。不过张一山却是一个从小红到大的童星，虽然也沉寂过几年的时间，但最后还是熬出头了。不过曾经和张一山合作过的童星谢孟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，曾经张一山还给他作配，但是如今名气却是天差的别。他在工作之余还会开直播和粉丝们聊聊天，人气还挺高，有点网红的架势。本来能成为优秀的演员的，但是现在却像个网红一样。不过谢孟伟并不是很在乎这些，张一山和谢孟伟如今都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也没有必要将二人放在一起比较。作为童星出道，长大后会比其他明星面临更多的质疑，因为他们几乎是观众看着长大的，稍有不慎就会被观众们批评得很惨。而且一些童星在长大后的颜值还不如小时候，因此就会被大家拿出来吐槽。